局长，局长，你给我站住！看我，看我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？咋了，老大？什么老大？叫我男神！你没看见我屁股下面的汗血宝马吗？这可是奥特曼和哥斯拉混血的，你有吗？我后面这个长得沉鱼落叶、闭月羞花、巾帼气沉、如花似玉的姑娘，你羡慕吗？不是啊，老大，不就一匹马吗？谁没有啊？不知道我张天成有78个女朋友，我还有撩妹啊！你看你这妹子啊，长得跟个粑粑似的，我都不想说你哦。你再瞅瞅你俩这肤色，晚上只能看到两个大白牙了吧？耶！我就喜欢黑色，就喜欢大白牙。不服你来给我赛马啊！哎呀，真以为你行了是吧？啊，你给我低调点好吧？少废话，比不比啊？不比我找钟老师玩去啊！哎呀，你还装起来了？来 ，later。2、1，开始啊！老大，你干啥？你把我的无敌宝马打死了，我怎么比赛啊？怎么比？我管你怎么比啊！你要感觉你行，那咱们就终点见。呀，你个石老大！你干啥你啊？我的奥特曼和哥斯拉混血的汗血宝马呀！活该！谁让你敢打我的马？附近有没有收破烂的？哎，有！哎呦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，真香啊！开心一笑最重要，我是天成，点个关注吧。